这件事情是我们一起做的，就得我们一起来承担。他被僵尸咬了，根本就治不好。我为了大家，我有错吗？那你现在好点了吗？你们说过只要找到戒备就能带我们出去。一辆车，四个人。我好像撞到人了。倒车！把我找啊！ 传说中无用的宝物，他根本就不是索安娜，找着僵尸的脑袋卡。这次我和大明的僵尸交手，他比以前更加对付了。你能守得住，请显山鬼。啊！金身功裂裂，顶不住了。这个怎么用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把石头扔了。是他让磁杖产生了。